有我吧，你说我一定会醒，一定会醒的。 只要失去你的忠义，岳母哥只要你被束缚在监狱宫之后，也已经查出唯有信仰才能解救你。所以等我吧，信仰的血路既明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岳母哥定会先问何子龙，将信仰出来。 小小小小，何必见灵魂？嗯，你手上的案已经完善好了。哎呀，我这将不红棍，迄个所在是哪？怎样无拄着你？啊，你在何处？ 讲不红棍嘛，小小，你的手才多好。我讲，伊人昨日也在别里外关风楼，伊昨日也在关风楼，今日又不知从何而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 啊哈，平顶坡高了，真是令人裹足不前啊！你听吧。 你初出茅庐的急速个性，亦已经未改，将军十二分。我刚告诉。 不休替伊还人，功德兼无分，我要使你真有胆量，更敢担心来侮辱。是敌人，就要有亡命的胆量。
辛苦，就是亲的人交出去与我够用。叶秀平，传奇。这是清乡别人素魂经，是昏迷正常五魂先生所行案，这是王道中的动作小款仪，这是当初应定刚所见到做会金面这名素魂经的玉帝一连传的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的戏，迄日英雄本集《风起云涌》第二部第十三集，是金非金，亦金。